即便如此，上次火龙谷之行，大家都劝你不要去，可他偏偏在此时研制出了解药，这才让你深陷险境，险些被石姬所害啊！火龙谷秦妖本就是一气盟与妖盟联手要做之事，我本就要去，你为何要牵扯到他？那你如何解释绿剑纹在他身上纹到了尸闪的血迹？那日，我曾和东方洛一起。 检查赤闪的尸身，许是那时沾染上的。可你身上为何没有？这一切不过是你的猜测。你为何一直认定他是凶手？你与东方洛相识不久，对他并不了解。但几百年前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那时妖族与人族战火连天，只有他。 相信人族与妖族会是和平的，这样的人怎么会害人？是，几百年前他或许是如此，可现在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如此盲目，不是因为信任，而是因为你对他的感情，是你被蒙蔽了双眼。你说的对，我确实未曾怀疑他。 但是，够了。你对他的心意我早已知晓，不必再重复。事到如今，要不要提防东方洛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